被口水音好可怕、啊，牙祭耶！我在这会不会很坏啊？很坏，但是我如果死掉，我知道你在哪里。好，那你可以过来。他在哪里？可是我还没死掉。他在哪里？我的提示他是 1.13。海豚，豚豚，豚豚，豚豚啊！原来是豚豚。我觉得我 1.13 的提示还蛮不错的。我觉得还不错啊，还不错。而且你一直在冒泡泡啊、欸，我从这边看你。等一下，你等一下，我觉得你形容错人了，我不是变那个、啊，所以那不是你吗？那不是我，谁？怪能谁死掉了？所以是杰克吗？哦，哎、欸，八七，我怎么出不去啊？又走楼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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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眼睛出去。哦，所以杰克呢？杰克那是哦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变宝石，我还活着啊！欸、这里，你不是变那个黑色的那个东西吗？我这边、啊，我这边，那不是1.13吗？我都说我的心与他同在，他与我在。那栋房子，对啊，好吧，哪一栋？你说那栋房子，这一栋，那一栋啊，不要动啊！这里房子，啊、对对对，房子附近，不要动啊！没有，他现在不讲话，一定是他很紧张，嗯，一定是喵哈在这里，啊哈。不是啊，鸡都叫我的否认。泰迪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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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去找团团，我要去找团团。团团在哪里？团团呢？团团呢？泰迪熊呢？泰迪熊，泰迪熊不见了。泰迪熊沉到水里面去了。我靠，出来！找到，找到，找到。你那个毛在哪里？水底的毛，给我出来！对对对对对，那边在哪里？我觉得那个毛应该已经跑走了。这里变走了，变走了，变走了。这里、那個、大箱子，大箱子死了！哇，居然抓得完呢、啊，好猛啊！真的，想都想不到哎、欸，我什么都没打到哎、欸，少费了，不要又少费了一场。我的泰迪熊，QQ 哎、欸，投票，啊，这好像很久了，这好像都玩过了，因为他只有新的三张地图，我们都玩过了。那、哦、我要投中间这个，来、嗯，哇，这是哪一张啊？海滩、啊，走到海滩，海滩，他是不是有些技能不能用啊？应该都可以吧、哦？都可以啊。我有些是灰的、欸，为什么？对啊，有些是灰灰的，我也是灰的，我都是可以的，都是开的。刚是等级不够吗？刚刚不对啊，可是以前可以用啊。我刚刚还在用的技能，他现在不给我用啊。但、啊、是这些地有一些地图可以用，那一张就可以。或许有、欸。为什么我观察者是在锁在小屋里啊？哦，吓死我！猎人，我不是猎人。看来这个团长也是有兔尾巴的，兔尾巴猎人团长。变大，没有魔力了。旁边这个是谁？狗狗，谁？哎，这边有是锁的吗？还是颜色关系？这个是谁啦？什么啦？有一个超大的，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跑走。颜色，那应该不是我，我没有超大。这是谁啦？不要在那边滚啦！为什么这个房子在抖啊？房子又在抖，是跟我刚刚看到那个竖琴一样。啊！附近是不是有人？等一下啦，我还在调整呢、啊。不行，现在玩麦快来了，我们来玩蘑菇。啊，蘑菇中了，蘑菇了，蘑菇很棒啦、啊！蘑菇不棒不棒。这个谁啊？这个居然可以变！你不要一次丢两个啦！不要动啊，前面那个。那是航海哦。哦，这里，哪里？是谁啊？不知道。紫色的，哦、跑走，跑走，又变了。跑走了，有一个什么东西在？哦，有了，你好。可恶，是什么东西？对啊。这有点不符合人。不符合现实。Pocket, pocket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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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oc
杰克这里骂脏，没骂脏。我在学鸡叫啦！这边有人在丢鬼，哪里啊？不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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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喵哈这里，不干不干不干！发生什么丢鬼？这谁的是音乐啊？是我啊！这里有人啊！我刚刚一直打不到啊！你没丢椰子对不对？要这样子，我只有引力弹而已啊！引力弹就引力弹，引力弹弹就是。哦，椰子好难丢哦！在这里面啊，哦，看到了。雷达。哎，还有，还有，还有。每次都观众害我啦！哦。哈，他。啊！我再把你声音调小，害我没得跑。不给。很小的椰子哦。不给。不给。烦。还在室内啊？室内范围的都能看。哎，我聘好高哦！啊，我掉下来了！哎，有有跳声音，啊一声，香蕉，下面，草里面，再变。而且我刚刚本来要说这个香蕉很不科学，不应该是这样长的。对啊，香蕉是不科学啦。哎呦，被找到了！还好没卖了。小雨呀？是谁啊？竟然是小雨！是小雨啊！是小雨，出来啊！我拼超级无敌高的，出来哦，来啊，出来哦！我哎，我一直在外面，哪里？这边，喵哈那边吗？我不知，我刚刚好像看到亮一下，又不见了。应该是游走，我觉得变小东西躲海里真的很有哦。我没有躲海里，哎，有，另外一座岛中间，另外一座岛中间，哪一座岛？另外一座岛中间，我觉得这个方位我好困惑。这附近。哎，海里，这边哪里呀？都掉了吧？那边，有就在这附近了。不能去水里游泳，不能游泳啊！我没有游泳，我一直在这里，好不好？他在岛上旁边，没有，我在岛边边，我在岸上，好吗？卡在岸上，然后就看一堆人在打水漂，他们说，然后在旁边绕一圈，一直打水，然后就。超多人，超边缘的。我觉得你可以把那个画面给剪下来。左边，最左边嘛。应该是一开始我们玩的那个，第一张嘛，那个第一张那个，第一张那个海，那个海盗船，就是你塞在船底下。哦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还是不能用这个？七轮后将解锁。还是有使用次数限制啊？好像是欸，我的他就写说几轮后会结束。没有欸，我都可以用欸，我都可以用啊。他也没有写说我都可以用。九轮后解锁香菇吧？对啊，我的也是九轮后。惩罚你们都用同一个技能啊？真的吗？可是有个技能是我从来没用过的技能啊！为什么我？等下谁？等下谁？谁戴绿帽啊？谁戴？我。哈，好，我们等下是会掉下去的意思吗？对，我们掉下去。哦，所以这一关是难得那个猎人防不能躲人的地方。嗯，哦，可恶，下来喽！咻！哦，对，这张猎人看得到我们一开始在躲东西哦。啊，我刚刚没看诶，没有，我也没看。我上次有看，好坏哦，因为你看脚底下就可以看到了，这样子不行啊，都好了，可以，不行，我觉得我视野好差。Go go go， 上面有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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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等一下，我用错技能了啦 ，go go go， 出来 ，go go， 这里有一只啦，可是我不知道在哪里。哦，你说你那边哦，我先找立面看看。哎，我掉下来了啦，是哪里呀？迷路了。三秒胶来了，你的三秒胶来了。这里都没有吗？太神奇了。边缘之地。哎，我卡住了，太大只。太大只了。不要用啦，看不到路啦。我是一个在爬绳子的玫瑰花。爬绳子的玫瑰花。
看不到了，看不到了。Okay, okay, okay, okay. 等一下，我要用钩子都不能用的啦。嗯、哇，你哎、欸，你不要吓人呐、啊！虽然我刚刚一直吓你们。你还敢说？你还敢讲？你还敢说？不要哦，看不到了啦！哦，在这里好了。啊，狗狗给我掉下来了！狗狗给掉下去了。嗯，到底是哪个东西啊？喵哈都不讲话，代表这喵这附近是喵哈。真的，喵哈。我很认真的在丢鬼，没有啊，我跟你讲好不好？没有，是我啦，你们是不是一直丢一只鸡，然后不知道在哪里？这张对啊，这张地图在哪里？超好丢鬼的哎、欸，对啊，超好丢的，疯狂丢，对啊，然后我就觉得哇，好难得，我这次可以瞄准哦、啊，我根本看不到啦，为什么不是这里哦？火力压制，火力压制，像鬼，往那边射，往那边射。射爆他们！弄爆他们！掩护同胞，掩护同胞，哪里这里吗？哎、欸，为什么都没有啊？哎、欸，团团，我这个角落，我这个位置，他们打得到的地方。可是我这边有一直在叫啊！没有，我们是从远方看到你们在抓人，然后在远方射。他们是丢很远，我跟你讲，自己在这里叫、欸，超级远的地方打你们，我就觉得哇，怎么这么爽啊？可是为什么鸡在这边叫？这里有一个人，我确定那边有一个人啊。我啊，我在这里啊。可是为什么我刚刚那边东西都打完了，你都没有死啊？打完了。要跟你说一个残酷的事实吗？在楼下吧、嗯。要跟你说一个残酷的事实吗？上下楼。他上下楼，他不是木板。欸、我在他底下，真的在底下哎、欸。啊！为什么、啊？我掩护你，快跑！白痴！我知道，结果是小雨。笑死！我想是小雨，我想到小雨那个橘梦的，看不到，不是我的错，所以这也是杰克哦。我刚就真的是只躲在那里啊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小雨 QQ 了，看到两个人在楼上那边一直丢。我跟喵哈，杰克这个叙述越来越母汤，怎么办？我的下面啊，你是狂咳嗽啊？攻击拿。那为什么我聘这么高啊？他又聘？对啊，我的聘有两百多哎、欸。在不知道哎、欸，可能应该没关系啊。米豆里呀、啊，米豆里。米多利亚，米多利亚，米多利亚，米多利。哎、欸，可恶，他不给我用那个技能，用太多次。看吧，他会锁起来。残忍的恶魔图。好，那我来数数看。啊，这个要规定户外或户内、室内吗？外。户内。户内。户外还室内啊？有要规定吗？大户。往内户打免费。你们要户外还是室内？户外好了，还是户外？户外，户外，哎，都在户外，那就户外吧。户外，户外，户外，我们在户外。然后顺带体会户外原因，是因为大家都生在户外。是啊。怎么又是猎人啊？又是猎人。又是猎人。我好久没用飞飞这一招了，害我有点忘记要怎么弄了。哦，樱花花吗？应该是吧。户外，户外，没摸。哎、欸欸，有一个在这散步的，有一个在散步的。这个在散步的是谁？谁在散步、啊？有一个在散步的，不能进室内啊！我看到你要进室内了。没有，没有进室内啊！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什么？探险？哎呦！好、哦，有人在屋顶种蘑菇哦。谁、欸？在屋顶种？谁？准备打喽。哎，那我的聘金呢？啊啊！看到一个在散步的啊。嗯。有人种好多蘑菇啊！
从来就不报名。为什么这么安静呢？有人在，大家都怕怕，不敢讲话、啊。嗯，没有人敢讲话，而且我好久没用飞了这技能，完全忘记这个东西变会这样子。不要怕嘛，说个话嘛，怕，话话话话话话，怕，怕怕的，怕怕的，怕怕的，哦，怕的，杰瑞那边有，我来了。空气哎、欸，杰瑞，你附近还有，你附近还有，哇，这还有，还有，还有，我的鸡来了，你的鸡来了，为什么我才刚在猎人房就被吓？刚在猎人房，不是不能进室内吗？对啊，他没有，他可以穿墙下的。你有看到？你知道我就卡在这里，完全不想动。